等下，我写回刚才的东西先啊。OK，今晚能有吗？来，刚才我讲哦，一，你随时可以放东西的吗？对不对？隐形的吗？是不是？其实，sorry 啊，不用，不用，不用，这个可以直接这样，这个可以直接哦，写回七减四不要紧，OK？应该讲啊，不用变，我们要变的是这个，OK？七减四啊，我们要变的是这个东西。那个 square root 可以变成二分一，你记得吗？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找。哦，OK 啊，square root 是二分一来的，对不对？二分一可以乘进去咯，减四乘二分一就是减二，四乘二分一二，下面呢、啊？看到我麻将的话。除就是拿来减，所以减二减二七啊，你看到吗？我们直接这样打直看就可以了。11是二减二零来的啊，七减四，知道这个是变什么吗？零就是什么？嗯，所以最后答案是什么？七减四啊，我们要变成这样啊，这个就你不能用保持那个减了啊，你一定要写在下面，OK？然后11是一来的，square root 变过去不是二，square root 变过去是 square root，是二分一，二的话是两倍大哦，square root 是变小的。七是可以按 calculator 的，七。Power 四，二四零一，嗯，是不是？看一下，你看，你看啊，等一下啊，我 double check 一下啊，二四，看看你这个，对哦，OK，所以呢，我要讲一个东西，就是这一个 root 啊，如果是三呢，怎么样？其实它是变成什么啊？它是变成三分一啊，所以那个 root 是分母来的，OK？如果我放多一个在这边，这样啊，小二放哪里啊？分子来的，这样会看吗？大家啊，我放好给你看，root 是分母，OK？它的 power 是分子，写一写啊。哪里不懂要讲啊？所以我们排好了吼，你就看到，诶，这个两个都是七来的，这个两个其实都是十一，因为十一121嘛，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要知道哦，它可以变回十一啊。哦，刚才有刚才这个东西啊，这个减二跟二将来的呢，就是二分之一乘它，二分之一乘它，你就可以开挂糊了咯，就减二还有二咯，OK。还挂糊了，你就可以打直看了。两个都是七嘛，是不是？我们就做这个除法啦。啊，中间的乘可以写回的。所以除法就是 power 拿来减二了，减二，这个就二减二。哦，所有东西 power 零都是一啊，所有东西 power 零都是一。所以那个一其实可以不用写了，我写给你看罢了的。所以如果他讲 find the value 啊，hit on the line 啊，你要做到最后这个答案出来啊，你不可以保留这样，不可以。你也不可以保留江，不可以啊。Value 就是要开到完的，但是要给它步骤，因为这是四分。可以吗？OK，往下啊，还没有写完要讲啊，我擦掉啊。OK，画的。
Lucas 啊，他讲从 Y 那边看，这个你看得出吗？从 Y 那边看的话，哦，就是这边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往上啊，我们看不到斜面的，我们只能够看到这样啊。其实我们看到是这样的 ，OK， 这样啊，大概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然后还有这条线，就这样报咯。我打开看啊，就是这样 ，OK。但是它是几多 cm 呢？你画的时候你就要量了哈 ，OK。它下面这个是2 cm 来的，看到吗？2 cm， 这个是6 cm， 上面那哈总共5嘛，这边就3咯，看到你就只是要画这样罢了。这个是从 Y 看过去啊，我给你看它的答案啊，就这样。OK， 就这样罢了。2、3，然后6，可以吗？容易报这个，你没有画的话不要紧啊。OK，midpoint 怎样找了？记得吗？什么是滴滴灯啊 ？midpoint 中心点嘛，对不对？说这里有个点，他讲 L4KM 的中心点。中心点怎么找呢？来，全部人看啊，它的 x 啊是拿旁边两个的 x 加起来除2就会等于它，所以旁边两个加起来除2就会等于它。OK， 所以这个 x 怎样找啊？是旁边的两个的 x 加起来除2啊，减一加五除二，四除二来的，明吗？这样的话 ，OK。Okay, 另一边啊，我们又要找 y 哦 ，y 怎样找？这一个其实是这样啊，旁边两边加起来除二会等于中间啊，看到吗？所以你照写先，旁边两边加起来就是五加 y 除二会等于中间，中间是什么啊？二，找到 y 哦，明白吗？啊，左边看左边的，就是 x 看回 x。右边看回右边的 Y， 要看回全部人的 Y， OK， 所以5加 Y 除2搬上来乘2啊，224，然后加5搬过来变减 5， Y 是减 1， 找到了咯。有问题要讲啊。明白吗？这样旁边的 x 加旁边的 x 加起来除2会等于中间的 x 啊，旁边的 y 加旁边的 y 加起来除2会等于中间的 y， 这个就是滴滴的啊了 ，OK， 这个就是 midpoint， 可以分开做的 ，x 做回 x 的 ，y 做回 y 的。OK 啊，擦掉啊，来不及写要讲啊，因为我不懂你的速度了。这个是 locus 的哈啊 ，OK， 这个可以的。他们讲 ，OK， 他说，这个是一个 isosceles triangle， 设计第一个什么角度啊？直角三角形 ，OK， 不是等边啊，直角罢了，什么角度罢了 ，OK， 两个角一样啦。然后呢，他讲啊，这个 grid 都是它正方形来的，全部这个 grid 都是正方形来的。OK， 一格就是一个 unit 咯。OK， 他叫我们画 locus bagi titik x， 我们要画一个 x 啊。OK， bergerak dengan keadaan titik itu sentiasa 5 unit dari titik L。他一直 constantly 保持5个 unit from point L。这个点呢，他一直跟 point L。保持5个 unit 的距离。现在他讲到的，他著名的点，他著名的东西啦，只有一个点。一个点的话，我们的 locus 好是圆形来的、啊，就是要在他周围这样啊，你明白吗？如果他只提到一个点 ，OK， 可是外面不用画，我们只需要画里面。里面讲话呢，这一题确实是要用圆规。他讲5个 unit，
你不可以打斜算五格错啊，你要打直或打横算五格，一二三四五这边开始，然后拿你的圆规来画圆规啊，就是这样画这去，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它应该要触碰到这边的。OK， 我大概画，因为我没有办法用圆规在这边。OK， 看到吗？然后 label X， 接着啊，第二题，他叫我们画 Y， bergerak dengan titik itu sentiasa berjarak dua unit dari garis KL， two units from line KL。他提到的是 KL 线，一条线，我们要跟他保持两个 unit 的距离。他讲到一条线。我们就要画在它的左右两边，两个 unit 啊，跟它保持。说另外一条线在这边不用画了，因为它在格子外面，不用画。你只要拿你两个 unit 嘛，一直跟它两保持一格两格，看到吗？一格两格啊，这个就是两个 unit， 你跟它保持两个 unit， 画了 label Y。OK， 第三题啊 ，seterusnya。Tandakan titik persilangan dengan O. Hence mark the intersection. Intersection 就是它的交叉点啊 of the two loci. 该那两条线哦，你画的哦。Mark 它用 O， 它的交叉点那边就是这样罢了。有时候叫你画 O， 有时候他叫你画这样，你喜欢啊？你看题目啦，就这样罢了。完了喽，三题，可以吗 ？Locus。啊、如果有画的你就画啊，如果有 print 出来的你就画。OK， OK， 我擦掉啊。这个目的杆需要做，因为这个有四分。他讲了这两条线是不是平行？如果这样看，你跟我讲是不是平行 ？Salary 吗 ？Parallel 吗？来 ，Everybody， 给我 Yes or No。请问这两条线平行吗？给我 Yes or No， 用肉眼看，平行吗？全部人啊，给我 Yes or No。凯乐、Antia、陈恩、心怡、佳琪，给我 yes or no 啊，全部啊，平行吗？这两条线平行没有啊 ？Salary 没有 ，OK， 再来还有谁 ？Yes or no？Yes or no？ 全部人啊？啊、，OK，Salary、okay, 还是抵达 Salary？ 还有谁要看一下啊、？OK， 来，答案是平行的，对。怎样看呢？其实你肉眼看得出，你看到它两格就到点，两格就到点吗？这条线也是一样，两格就到点，两格就到点，看到吗？哦，到那个集中点那。有时斜线我们要这样看的，有些是三格才到集中点，有些是五格才到集中点，那种更难哦。两格就到点不算难了 ，OK？ 啊，说它是平行，而且它两格到点那，它不是这样的两格哦。这样是每一格到点，其实你看到吗？每一个格到点啊，它不是我，它真的是两格到点平行。但是注意，这是一个四分的题目，叫我们证明，我们不会在那边画线画点给它，不可以。怎样证明呢？来，大家，我们要算它的斜度。什么是 Salary 啊 ？Parallel 的注明就是呢 ，M 要一样。你记得 M 怎样找吗 ？M， 你可以用。y 减 y，x 减 x 就是第二个的 y 减第一个的 y， 第二个的 x 减第一个的 x。OK， 所以我写在一边啊。来，我们先做这个 PQ 的啊，等一下，你可以讲 MPQ 等于 y 减 y 在上面 ，x 减 x 在下面。OK， 用这两个点，会看吗？四分就是这样来的、啊，说这个的 x 是二 ，y 是五啊，这个是四九 ，OK，y 在上面啊，九减五在上面啊，我拿上面减下面了、啊、哈，然后 x 在下面四减二，看清楚来呀、啊，另一边到这个了，六十八十四对吗？说 m。RS 就是讲你在做 RS 的斜度都有给坐标，坐标就是这个号码是吗？你讲可以用啊，对咯，哦，对哦，可以用哦。
所以我拿14减回10的啦。所以你如果你拿14减回10，就是讲你拿 R 点减 S 点啊，你不可以拿 S 减回 R 了啊，等一下，下面你也是要拿 R 减回 S 啊，即使它是 negative 你也是要照减啊，有时 OK， 所以上面是4，下面是2，也是2，证明了啊。你要怎样证明你写多一个东西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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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Q 等于 MRS， 所以 Solary Parallel 这样是最好的了，你证明了。所以斜度啊，我们做这个 M 完了啦，这一分子 OK， 所以我们下一堂课见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已经回中心了。拜一拜二还没啊，因为还没有十二月哦，我会再公布，会发通告的。拜一还是网课 OK， 只是数学我们回中心了。好了，大家。先到这儿，好了的话你可以先退出了，拜拜 everybody， 周末愉快。